蔡正元传闪婚马尾妹，521低调宴客。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，外传职务正元周六就要和马尾妹特助洪玲英结婚了，而且地点就在520国宴的大直万豪酒店，席开12桌，当天也刚好是洪玲英的生日，女主角的脸书更刚好换上好事婚纱照的沙龙照。您瞧瞧这新郎官春风满面啊，只不过我现在是未婚吗？真的吗？是啊，这个未被授权，不能做任何评论。定期结婚吗？我妈重病一段时间了，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哈。本周六啊，本周的是我妈妈的生日。可是正元，上次你不是这么说的啊？我跟马尾妹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啊，特殊的行为啊，特殊的行为啊。结果就要结婚了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纯纯的啊，不是，是纯纯的爱。只是你去年4月和文大中文系教授严继华离婚，难道是早早就在布这个局吗？当时是怎么说的嘞？之后再签回来了，还是？哎呀，不必要了，老夫老妻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前妻也是妻啊，后妻也是妻啊。啊、你们好像住在一起多久呢？把前妻也是妻子，就要一辈子照顾他，所以一辈子会住在一起哦。应该吧。哦，所以现在要三人新世界了吗？蔡执行长，祝您新婚快乐，那白头偕老，恭喜哦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